大家好，今天1月5日，让我们一起聆听圣依纳爵的灵修智语。把困难和危险的任务托付在年轻人的冲动是错误的。这句话要小心去懂，因为圣依纳爵在这里要表达的不是华人文化中所讲的嘴上无毛做事不牢，而是说不要把超过年轻人力度的任务放在他身上。所交付困难和危险的事物应该是按照年轻人的力量所能够应付的范围内，但也不是一定是这样，否则就变成所有有危险困难的事物不要交给年轻人，而是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应该明智审慎评估后再做决定。您看过教宗的成绩 Two Pops 这部电影吗？编剧让观众看现任教宗的成长经历，年轻的伯格里奥神父被任命为阿根廷省会长，在极右派政府当权的时代是危险的也是艰巨的任务，可是他承受了，但最后也造成这个会省的分裂，他必须承受后果而暂时离开这个省。因此重点是托付必须要看人及合适的时间，所以伯格里奥神父走过巨大的考验后被派遣到阿根廷北方的乡村地区做牧灵工作，经验自己的限度。在主日弥撒正道时，他很难向这些凡夫走卒说明三篇圣经和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谦卑地向他们说明，请他们教他要如何讲道。如同昨天所讲的，从放下自我到忘我，这时他的生命有了新的视野，他开始接地气，苦民所苦，让经验成为智慧，甚至可以运用到教小朋友在团队合作的精神下一起踢足球。渐渐地在社会运动中，他和老百姓站在一起为他们发言，最后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主教提拔做他的福利主教，继位为总主教，被教宗若昂保禄二世任命为枢机。有了这段生命转变的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是第一位选择以方济各命名的教宗。您看过教宗的成绩 Two Pops 这部电影吗？如果没有，建议您找个时间欣赏。如果您已经看过了，可以在上面解释的背景下再看一次。看完电影后，请回顾一下天主借着他告诉我什么。愿天主祝福您。